我看看哈，点开自己的台。好嘞，留言，插入表情符号，没更新啊。感觉不是从这啊 ，GIF 根本是啊，一张贴图是这个吗？哎呦喂，我可以用自己的图哎，哇！哦，不要再不用订阅，还好还好，我要订阅我自己，哇，太好了，我要丢，只要订阅自己才能用，也太蠢了吧？真的很蠢啊！哇，那我可以丢哎，他图好像可以丢很多，我要丢一大堆图过来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在敌人，不是敌人啊，别人的留言。我随便找一個。看到萝卜糕脱离了，他嗯哎、欸，嗯，那就是对。我看一下哦，可不可以在哈基的留言下留言？使用一张，哎、欸，可以耶！哇，我要去我自己，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加我好友啊 ？FB， 好啊，不理我。你在问谁？就你啊，严先生。哦，可以啊，加。哎、欸，测试贴图发布。留言贴图，哒啦，哒啦，再试一次。嗯，不行，贴图。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算了，删掉。我想说，这个贴图可以用在自己的留言下面，不行。哎、欸，我想想你的名字啊、喔，林林安安。对啊，就只能在好像只能在台下面留而已。去吧，赛亚人。有机会，小金。你加我，我找不到你。还是大金，还是大金。出来，带进去。出来，出来。咦，咦，啥小了？咦，靠一靠，你只要加，我懒得去找你的头，直接留你的石坑给他。不是啊，你这个要怎么？哦，这里。好了啦，送出了啦。然后他推荐了我一大堆白棋的头像，是啥小啊？白棋？对啊，通通都是白太太。你可能认识、哦，你可能认识一大堆都是白棋头像。我的天！完蛋的那个，你家的那个。叶楼真男人。白太太。哎、欸，不是这个。夜间模式的贴图都好恐怖哦，我的天哪，就布片效果，天哪，这样看得好恶心哦。大金轰龙，哦哦，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带，我好像没有。看一下我们轰龙大金，我好像有哎、欸，好、哦、我有了，大家都有的话就不用打了。对啊，看一下我的轰龙，哎有哎，有吧，因为轰龙我也没常刷，轰龙大小金都有嘞，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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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交换一次之后就要重新交换 才会有那个吗？你就是要退地图啊，换地图再回来也可以。所以我就是古代树跟荒地两个轮流用，这样子。你也可以从头用到尾啊，看你的喜好。看你喜好，我是喜欢扫一轮的那一种。啊，扫一轮，从头到尾啦。从、就是、头到尾扫一圈、啊，从森林扫到动图。啊，反正是两两一组啊。因为这样
这样看攻略比较快，因为攻略它如果你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的话，你要一直滚滚滚到最下面找。对对对，我后来有这个感觉，很烦。我是扫过两轮之后就没了，没了吗？没了。好，换我看看。你现在在看什么？就动图的啊。就动图的啊，冰鱼、蒙牛、地毒、双翼。还是我去找一下那个，看完再把它删掉就好了。我有睡龙一次力竭，我睡龙大人都没有。一个接了。大人怎么用？我也去找来看好了，看完再删掉。不用删掉啊？为什么要删掉？就用不到啊！我只是要来看大小金而已，我没有要开他的意思。你后面会需要啊？为什么？环境生物啊，也可以看到大小金 啊。那个就是无心流，我就是看到就抓一下，有就算，有就有没有就没有。是哪一个？有一奈斯坡的那个吗 ？Hello。对。沃德。嗯。我有好多个。更好哎。啊。因为有好多个，我不知道是在哪一个。船了，阿斌，什么船了？怎么了？他说船了。哦，辣椒。小啊，冰鱼龙赢，退回营地。欸，保护资讯哪里啊？荒地的保护资讯，荒地比较北齐啊，他都是那种找图，是要去哪里找？承接，你去调查，帮他 Google 那个什么全保护资讯就好了。冰鱼龙迷你，我来了，咪咪啊，咪咪啊，哎，帮我看一下我是几次力竭？两次。哦，好。那这个我等下再找，我资讯是要在哪里看？啊？什么？保护资讯？保护资讯你就问他们啊，他们就有保护资讯啊。有吗？进来吗？有啊，我在吃饭呢，先吃饭再进。哎，忘记吃餐票，没有超体数。对啊，这 model 就是这样用的啊。这 model 我记得是很后面、很后面才有的，所以那时候我很唾弃他们，因为当时我辛辛苦苦刷了一大堆大小金，但他们用看的就可以，所以我很唾弃他们。那现在换你们唾弃我吧。没有，我觉得很棒，但我也装了，只是我还没开。哦，我现在开好了，我要怎么开？我是点那个就开了吗？点两下，点那个 CO 什么东西下面的那个资料夹就好，不是资料夹。我看到了。
执行档啊，他的那个对，你会听到哔一声啊，表示你成功了。有了，我听到奈斯每次打开都有的声音了。猫之翼也有啊。哎呦喂，迷你耶、欸。对啊。它就只会显示哦，小金就迷你、啊。只显示怒气跟耐力而已，怒气是什么？啊？它冰玉龙底下有怒气，怒气就是就红眼的，不是吗？哦，啊耐力的，耐力就是那个口水值啊。哦，怎么玩到现在还在问这个？不是啊，我不知道它那个显示血条下面的是什么意思。啊，另外两位都有了齁。啊，你说哪一个？小金冰玉龙啊。我看一下小金。汪耀人，好，杰少不进去，然后我又不进去了，因为你说四人血量哦，哦，对，没有，我回来好了，保护之后再找。好，那我就进去了。呵，这保护之后消失吗？不会啊，消失也太酷了吧！我之后再回来找就好了。被他撞死，我有点怕了、欸。这只是一般的一个洞。哎、欸，对耶，那你完蛋了。你看，睡了。哎、欸，倒了！他被我弹起来啊！完了！我不注意啊！真的，相信我。呆滞中，哈哈哈！解操！啊，我再进来了。我要重吹笛子，气死！我看不到我自己打了多少伤害吗？你我怎么看得到？因为你现在打的不是指定魔物啊，它只会显示打指定魔物的伤害，所以等一下打那个双翼风镖才会看得到 DPS。我想要顺便看一下这套弓箭伤害多高。第二次睡眠要600多 哦, 哦，四人的啦，白痴哦。全部重碎了，气死了！西敏、静安安。
哇！要睡了、欸，急也太快了吧！等我那个没了，等我那个没了再睡。好，睡了睡了。好，趴就睡了。没趴到，我趴到了。我又趴到了，趴到了。哎、欸，他后退而已，又降低了。降，因为晕眩了，晕刷了。哦。好，睡了睡了，刚好抓。被抓了。嗯，靠靠睡。陷阱是不是没有补啊？我有。要打双翼吗？还是不用就退出了？可以啊，可以。顺便把珠子拿起来、啊。昨天五点才睡，我是快五点才醒哎、欸。哦，没有啊，那是昨天。今天是被热醒了。还赖，反正九点要看医生，赖床赖到十一点被热醒，居然是被热醒，对啊，很累呢，累。哪里有这个东西？就是你稍微靠近了地形，你就可以隐隐约约靠毛看到毛鸡，不用靠太近就可以知道有火爆毛鸡了。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生物有。显示名字的，为什么？那个有显，它只会显示大小鲸的名字，普通的不会。不然你的眼前会一大堆飞蚊症。那、啊、你们之前不是说你是钢铁人？你现在那个比较菜。不是你要打到那只魔物身上有超多 buff， 麻痹、睡眠、爆炸什么够鬼东西的，懂吗？有毒、有麻、有爆炸、有睡眠，你就知道什么叫钢铁人了。而且那时候是打那个谁，打谁啊？有什么翅膀要被破坏啊？然后什么的？我们那时候不是左刺右刺，左腿右腿，